相信喜欢看综艺的观众们都清楚，优酷打造的《这就是》系列综艺可以说都有不错的收视率，像《这就是铁甲》《这就是街舞》《这就是对唱》《这就是灌篮》等。而如今这档《这就是》原创节目也是一档音乐类综艺。近日优酷新综艺《这就是》原创官宣陈丽为节目导师。身为90后的陈丽是中国内地民谣女歌手、独立音乐人和创作人，她的音乐有着90后特有的个性和特色。她的歌声具有老练达观的冷艳，声音时而性感时而温柔，洒脱却又传递出一股帅气。而在技巧方面，她则把气声、转音、哭腔、拖腔等运用得鬼斧神工，难怪连国民老公王思聪都迷上她了呢。